这么大的灰尘，这鸡受到了惊吓。喂鸡了哈，然后喂完鸡，等我回家杀鸡啊。今天比较忙，今天还要发货。装了六包玉米，100斤。这些鸡都等着开饭呢啊！开饭了，开饭了。现在鸡已经喂好了哈，两包玉米200斤，真的是我撒都快啊，他们就吃都快。你还别说，今天温度挺高的，挺热的哈，太热了。现在回家杀鸡，然后再把昨天杀的那两只鸡打包发货回家了。今天会比较忙哈，走。鸭子啊，鹅都长大了，现在回家了，赶紧回家，回家杀鸡，走喽。鸡也喂好了，猪也喂好了啊。妈，你睡醒了？啊，他醒了，我不就醒了？嗯，辛苦了。他现在会聊天了。会聊天好啊。跟他讲话他会笑了。来看一下。小猫猫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咦？你们一大早杀鸡啊？多少只啊？10来只。三个人上马可以啊。嗯。又省了不少那个拔毛费。嗯。嗯，那你带他，我们拔毛了。这还要打包两只哈，先把这两只打包好，再去拔毛。对。领上。现在鸡已经杀好了哈，然后我老爸在搞卫生，我老妈在准备中饭，这我老婆在带老三啊，在喂奶是吧？是啊，你下来。下来，星星。做了啥菜呀？土豆。土豆啊。昨天小爷子说我要吃土豆，我说明天去买啊。现在开始打包了哈，这一家人啊都在忙，没有闲的，忙了一上午，唯独有两个小屁孩比较闲。星星你在玩什么啊？又在玩水啊？就这两个小屁孩比较闲，我老婆也忙啊，啊，天天抱着他。这老三特别喜欢哭，睡了把它放下来，又哭又醒是吧？不能打架，不能打架。他睡了，这我老三睡着了。嗯，辛苦了。你辛苦，我帮不上。我没啥辛苦的。要忙外面还是忙家里？辛苦了。好吃哈，你们不要把碗摔破了哈。快吃！哎呀，星星这么厉害呀，吃饭。好好吃。好好吃哈，好好吃。长大了帮爸爸干活。长大了帮爸爸干活，干什么活啊？喂鸡吗？
拿去冰冻吧。现在内脏已经打包好了哈，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冰冻一晚，明天就可以发出去。哦，还是那样，在这边感谢大家的支持。老三又哭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感谢。